Okay. 因为培培现在是单身嘛，现在是单身嘛。对。啊，我这按摩类的吗？它会发热，还会抖，还会震动。哇！然后你需要用点乳液。啊！但是用插电的不太好吧？欸、会不会这一期黄标啊？黄标。对、啊。你说什么？什么饱受这个东西？你刚我平常看你在剧组，因为我们很常碰到嘛。对。我也看不下去，大家对我做一些事情。大家对我做什么事？我不方便说，但我看不下去，所以我决定送这个礼物来保护你自己。哦。不是。送你这个礼物，我觉得是实用的，真的是我自己包也看得出来吧？可以，这是我自己包也看得出来吧？可以猜吗？可以猜吗？你 看得出来吧？可以猜吗？当然可以。哦，对啊。哇，好，那我要猜。没有，如果心情不好不想猜也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就是亲热手吧。好，还是怕一怕吃到心情不好。大家要猜一下他送我什么、啊？他说，毕竟我在这里面就是在剧组里面有困扰。真的吗？有什么困扰？是有什么困扰？我自己都觉得没有啊。我们都不觉得沒有。每天吃很饱。看不下去。是不是枕头之类的东西？为什么？就是可能我都在这边当睡衣头组啊。对啊，睡衣是。头组。可是我专门订的哦，还请宅配送来的。专门订的枕头。这是什么？不是，它本来是封好，但我有先打开检查过。哦。货到啊，先验货啊。对啊，货到验货啊。如果是有瑕疵，我打开喽。我这样还看不到，因为你们喂喂喂，有金马奖牌哦，还有保护壳，因为它这东西容易摔坏。小小的，小小的哎，该不会里面还有手法？该不会是情趣的？还没，你用得到？那我先摸摸看，因为培培现在是单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按摩类的吗？它是要插电的。要插电的，要插电才更爽，而且它会，你讲，它会发热，还会抖，它会震动，哇！可是，然后你需要用点乳液，但是用插电的不太好吧？会不会这一集黄标啊？会黄标，对啊。所以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下一集分享。好，结果是，是个贝壳，它是贝壳机，贝壳机。我想要送你什么？要不是代言的吧？没有，这我要买的，折断的，这样子打开，你看新的，哇！它是前面这个。他呢，平常就是说像女生啊，瘦小脸的吗？瘦小脸哦，瘦肥瘦。好呀！他是有互动的，没有。就你们要是没有来找我们找剧组的制作或者业配的话，我不会跟你介绍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就是看这些，先就到这里，我讲。没有，先听我讲，他怎么会这么肤浅的一个礼物呢？他一个刮痧，你懂吗？然后 Wiki 已经到这里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我就看不够就那些摄影师。对，都是他们错，千错万错都是。上次你知道摄影师多过分吗？就是他经过北旁边了，他说：“卡住了。”你们好坏哦，怎么会这么坏呢？然后是说我的就是身材太对，壮是说到了，对胸部对，对啊。然后为什么说插电？他真的需要插电啊？真的，真的。帽子停在几分？7-8分吧。哦，那个及格也。先试用完之后，如果效果满意的话，我们就再加个10分这样。为什么我要花这个钱买这个美肥？是因为他上次来我的频道做客。其实我本来想包一个红包给他。他自己私录的东西，没事。没有，我还是想讲。但是美肥他就是很大气哦，一分不收。因为他大老远过来，我想车钱什么要补一下，浪费他时间，他就完全来顶我。所以我心里面本来打算说是那天要送礼物给他，但我在想要送什么事，所以就是这个讲话越来越快，用这些越来越紧张。你说是对，是这一方面。跟你讲，那些小钱，我看这个，脚就这么长啊，对不对？这什么钱？搞什么？我们这钱可以租给你的吗？没钱这么一两个月上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